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咖啡，俺系五十一。今天村民咖啡来到的苗栗的桧树，其实呢，讲到美丽大家可能都会提到过，美丽很多山山，可是那的美丽山的比例，嘿比桧还较多。不过呢，今天的村民咖啡来到的嘿美丽的桧树天气，也得比海呢很多工业制程。其实到也片离龙凤五公，差不多是一公里，天天大家、嗯、呢可能听过龙凤五公，还过是去这边买五山，食五山。 不过，唔讲是来到鸦片行行聊聊个嘿。其实呢，苗栗的海鲜有一号的风光大家向前的鸦片聊聊。古早呢，县政府哦有位垂汤，漫长的经验过后，就喺啲苗栗来垂汤，漫无圆汤。其实漫无圆汤对二零一九年起，是县政府就喺苗栗来垂汤的垂汤多见，太简单滴，物价唔同漫无圆汤。韩国对漫无圆汤咁有了解嘿？地方乡对亚方政策又有乜嘅想法？今天

台北代表边，我先收机是美利坚政府文化公共区的副区长王孝总，王,王副区长。大家好。我杨副局长，唔清楚。香港边大学景观同都市设计那间奖金处理高师张泽明教授。大家好。教授，向坐。 教授同时，他们是蛮唔健忘嘅，一通运通嘅主持人咯。再个咧呢，印尼 V 二手机系国际蛮少组织推办企嘅总监徐光年徐总监。大家好。欧阳总监，你唱错。印尼 V 二手机系美丽园自然生态协飞理事长陈启忠，启忠五号，大家好。欧阳，你唱错。 韩国呢，近几年来同到关系蛮唔认通韩国海鲜观光发展啊，B T 房爱创业，的也对，呃，乡亲朋友，反正唔穷下来参加哦、喔。其实啊，蛮唔认通佢讲的呢，系咧，从诶呢，蛮常用诶佢系对二胎的发展嗰度诶。其实呢，一个认通主要系教大家了解五诶韩国呢，我第一，帮佮讲五色彩 T，色彩 T。 说猜题识懂归韩国呢唔会晓得讲五、嗯、的相关的故事，韩国呢会天天就了解，哎、欸。 是，我们每人都上讲的是海顺，是海山听听。其实，其实有懂得些方法懂得些故事，懂得些高层做的去经营去了解哦。呃，今天呢来到苗栗这片，其实大家对苗栗要海顺的风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唔咩按了解哦。所以呢，苗栗有哪个海顺的资源，有哪个好位海顺的风光呢？而且，来看影片过后，在个总统现场，建议今天讨论主题。 拍卖员同卖家界贴友互通信息，可能是本人睇唔识。不过咧，系当日下昼二点半，苗栗中南街凉凤五巷，拢话演出界五火买卖戏码。目前苗栗县界六个五巷，可不要看到买卖五火，就系凉凤五巷先适合。我们这是原案。 哦，当当天捕捞回来的有定制渔网的的的渔货，还有我们的嗯当地的渔民在沿岸所捕捞的，那都,都是现捞的的渔货，新都是每天都新鲜的渔货了。南外的苗栗县，它有五十公里长嘅海岸线，太细合赏岸，所以渔民出海作鱼计时，唔常爱春意天气、气压、看浪、内流同气流嘅变化。咁咪基本嚟实际嘅。 风沙硬来硬逼、er，你讲，哎，你、well, like. 一片海岸线唔讲吼，装修的时间唔唔算账你唔得，佮退车的时间唔算账你唔得。木错界桥头建筑同外观，实际上系日本时代西型火车头的典型代表，也反映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黑龙江界泰山火车头，看起来古朴又优雅。 另外，同泰山火车头同抢街，还有通宵街、先部车头，佢嘅师傅关线厉害，千拳嘅车头，无论系廊虾、镬鸭、同窑切，都看得出水业嘅份子，也因为开就同无记认嘅傻叉，逢溜溜见菜，线线车道当爽快。海先嘅嗬，就两位真，卡，佢有名啦，就日本时代留留下来嘅古迹啦。 哦，这个新浦站哈好是离海神庙较近啦。哦，大家有闲就过来看看啦，这百年古迹东河观。从庙里边看海，上班下也是在头挖海个半山排行，欣赏个一层又一层个浪花，就像托高了就上脚，还有无边无顺的台湾海峡，看不出哪位系天脚，哪位系海角。 人人嘅蔬菜、甲鱼头就爱跌落海钓度，风下抢度，几金拿拿。苗，里应该海线风光就爱阿充满烟云、自然、乡土同内涵。心肝放天来款款，宽宽去行，款款，去饮食感受还有欣赏。 呃，苗栗县政府其传统也方蛮唔认同呢，先盘点出来苗栗四个挖海笋的乡镇，呀四个挖海笋的乡镇呢，呃，同要按多按多蛮远的海笋，鳗鱼海岸来看哦，对。 北片去中南，就是南片边个浏阳个蔬菜，它个特点就是龙凤五江。韩国呢，龙凤五江，附近呢有一了很多柑叶子什么亏损。行啊出去，洞洞盐巴去个虫洞，哦，啲中铺天其实洞疏粉呀。再过来呢，沿向南片行，有黑通修龙、铜石、万里，呀个蔬菜呢，其实呢都有五江哦。啲苗地啦，中乡有识别五江啲人嘅亏损。呀个海岸线差唔多五十公里都是沙眼，系一定合适去搞水嘅蔬菜，Enjoy 要讲哦，苗栗县政府呢，我串联廿四个素材来串通国际闽语、远通廿方、廿廿个计划，再过来呢，就来串通很多闽语开眼一个品牌。昨天讲啦，苗栗烟是全台湾头一個萬的，还唔出讲用彩提我串通闽语远通嘅烟丝，唔讲你啲苗栗又单单都喺山口。 法老。哦、喔，啲亏损天气做乜想讲，哎，按呢来做呢？第一个先请教下呢，缅甸政府嘅副局长。呃，一般人吼、哦、想到缅甸吼，会想到乜嘢东西？第一个会想到就是黑、啊、港人，因为缅甸港人真多。那第二个会想到什么东西？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因为黑港人哦，通常都住在比较靠山的地方，<三>哦，所以就想，诶，以前就称缅甸是山城，哦。那实际上我们现场上任了以后。 在积极推动苗栗的观光，那第一个他就要想到一个主轴。那时候在二零一六年，我们的三亿，我们的男装就加入了这个曼城的一个行列。好，这个是非常不易不容易哦，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组织。那所以就把苗栗三亿个男装就打到一个国际的知名度去。但是哦，县长光这样是不行的哈，哦，所以县长就责成我们文化观光局哦，就是说观光,光的推动啊。 不能够只有三线，因为苗苗栗也有海线 hey, hey 啊。对呀，就是三线要做一个哦，山海兼具，哦都要平衡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就思考说，怎么去把海线的观光,光打出来？那有曼城的成功经验以后呢？诶，我们想曼其实是苗栗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哈、哦。那苗栗在北边是就是新竹，他想到的是科技；那台中那边想到的是工业，那这个东西比较硬。 那苗栗人的生活来说，相对比较慢，慢的哈，其实是一个慢生活，哈，慢生活来说是过一个简单的生活。那简单的生活来说呢，是注重一个资源的永续。那刚好同啊哈冈人哦，就重要哈冈人哦，人家讲到就是爱物喜物、哦，他勤俭这样子哈，哎，刚好就是跟这个有点关联性。那实际上苗栗来说哈、哦，现在为什么现在观光一直在发展？因为、哦、我们的祖先。 爱物喜物，把这一个苗栗啊，可以最好的好山好水留下来。所以，我们观光发展，我们苗栗所可以推荐的部分就是好山好水。所以我们用慢来推这个鳗鱼的运动。好，感谢副局长。呃，其实慢要摆鳗鱼运动，其主要诶做诶出现方向和五、嗯、台方向。五、嗯、台方向哦，大家相对了解到，五台方向其、嗯、主要呢,、嗯、主要呢一开始哦，我先传统很多蓝色的费用。 再过来呢，要做到迄传统的五法；韩国呢，要做到蓝色的教育、蓝色的组织，亲密而做到的，将系统内的差体的管控同其结合起来。不过，先前呀，西方啊。 主要就系讲，无论系对呃，带电太假，去接触太火，韩国了解讲，呃，安尼孩子呢，又几多？韩国春天呢，教育费用非常负等等呢，他讲要费用非常昂扬嘅，同其好好嘅再个利用，做出其他嘅运用。再过来呢，昂扬嘅同阿尼嘅想法推广到提防风气。韩国呢，昂扬 g 部分，下一代、生儿奶奶了解讲，马家按到马唔运通，也就会做到教育嘅部分呢。再过来呢，呃，加工到位，嗯业样嘅部分，太假可能就。 指导讲要去买鱼嘅、杀鱼嘅，不过、so、也当中教育了解讲，诶，唔识得咩物解鱼嘅，也个鱼嘅其怎样嘅生长嘅，个生长环境怎样办？一起身来就会慢唔运动，要做到了解部分，亲密一点，再讲系串联起来，好好来发展，开心嘅观光，也系亲密希望做到永续的部分。古早我一我阿请教一下安尼种教书，呃，教书、嗯、其实也个慢唔运动系做鸡巴嘅主持人，所同人讲遐遐五太放松，怎样听出来？冇，也就主要上嘅态度物 呃，鳗鱼的部分其实要怎么去跟他呃解释比较清楚它的内涵跟涵构？其实我们用一个空间来看，其实我们看到大海里面很重要的，我们看到的是大海，我们的所谓的呃蓝色的海洋，好、哦，<对>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海鱼、海港、海街，以及我们的海镇，以及我们的海庙，好、哦、我们的海神好、哦，类似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来看我们所谓的呃鳗鱼来看的话，它并不是只有海那件事情或鱼那件事情，而是整个所谓的海岸的环境。 哦，那它的一个内涵的部分，以及它的一个空间的部分，大概我们这样看。那呃，至于它的一个整个内涵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是呃，原来建筑文研究了哈。呃、哦，二零一九年，呃，意大利的热内亚的一个呃，曼城的一个年会里面，哦，它所推出的部分，那我们把这个部分的一个内涵的部分的话，也把它做一个整理哈、哦。所以说，基本上推出一个是蓝色海洋啊、哦，基本上呃，在这块里面，我们目前呃。 呃，推动三年完以后，其实已经到了广泛触及以及推广的部分的一个效果了哈。那蓝色教育波的,的话，其实我们一开始哈的一个推动的重点跟切入点哈。那这这里面也跟三个国小一个国中的部分也做了连接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所谓向下扎根，让我们的国小在地的部分能够扎根下来完以后，其实它才有才有办法谈我们未来鳗鱼的一个。 呃呃，面相以及它的一个故事的部分哈、哦，那传统语法的部分在我们苗栗的部分，其实是石沪跟坎沟这两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这一部分，其实也可以未来向全世界啊、呃、去呃做一些所谓的推广的部分哈、哦，其实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啊、呃、推广上的标的以及我们的故事。那另外的话是蓝色组织的部分，它是结合我们的海村海镇哈、哦，及包括我们的台演，都是我们所谓的蓝色组织，就是企业。 好，那其实不只是海，包括企业的部分也是在整个推动鳗鱼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一环哦。最后一部分是我们把这些，我们从海洋它以及我们的海正餐厅下来完以后，整个包装在一起哈，完以后让啊、呃、推动给我们的游客的部分，其实这部分就是我们说蓝色旅游啊。我想这部分其实在我们目前的一个啊、呃、台湾来看的话，新的一个海岸的一个旅游趋势的部分，其实是一个很好一个推动的一个方向。好，<实>谢谢教授。谢谢呃，其实啦。 三陽一項街北水通，一項运通的水通，我依邊睇下地面地加高速公路，因一係啲水供的截斷，啲水供的截斷呢？誒，除咗政府門行過呢複雜嘅呃，安尼的角色以外，差啲嘅產業咪係當重要嘅。故此，一同時間佢方便現場嚟談佢啦，甚至呃了，解乜运通也好，又係參加乜运通也好，太家有乜嘅想法，已经嚟提出来。嚟請现场的来宾嚟发表意见，頭邊我要先請呃一位即係。 其实我们在推动卖鱼运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劳动我们苗栗县在地的这些呃居民，甚至是在地的这些呃从小扎根的这一块。那所以在这一块的推动呢，其实是在整个计划过程当中应该是最辛苦，也是我们在怎么样跟大家共同来呃推行这样子的一个方针哦。所以我们刚刚教授有提到说，像在从国小的这个部分，我们从第一年、第二年，像我们跟我们的外埔，然后我们的海口、新浦国小，还有苑里国小，那一直到了第二年第。 三年开始到了高中，到了联合大学，到了院里高中等等。那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循序渐进。那从小开始慢慢推演到现在。那我们也结合了在地的像导览解说协会。那我们希望透过导览解说协会，甚至号召更多有志的这些乡民，在地的居民，共同一起来参与。那也把这些苗栗的海线的这些美，透过导览解说这样子的一个培育跟呃。 在地共同的一个培训的过程呢，让大家知道鳗鱼的这个计划推动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主轴。那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呢，也特别跟我们这个南隆区域会哦，还有我们的这个通院区域会也一起来合作。其实这个也有一点扣合刚刚教授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在地的这个企业厨师联盟，就是在地组织联盟的这一块。所以我们现在是叫做呃鳗鱼鳗鱼联盟的这一块哦。 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跟在地的这些呃渔会合作。那我们也找了社区的妈妈，甚至是说社区的活动中心，我们大家也一起来合作。那我们去展现出说我们苗栗鳗鱼海岸这边的一些特色的料理，那还有像导览解说的这些元素。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共同大家一起来劳动，那大家一起来推动这在地的这个特色。好，谢谢，感谢你，谢谢，请坐。 也主要讲也计划行个三年啦，呃，虽然讲要从遐高速、韩国一个呃民间单位安尼来强化来整哈，不过 T 防风啊、拆 T 嘅呃 T 防风嘅，从遐管束一个角色，有很用个上去喏，来参加一下诶避暑。台、呃、南的海岸线啊，从起顶到中港西出海口，大约有八公里。 那龙凤渔港刚好在中心点的位置，<是>所以往北就四公里，往南大概四公里左右。那这个八公里，它有非常完整的防风林啊，所以里面有建置自行车道，所以来到龙凤渔港，啊，除了有可以吃鱼之外，哈、啊，那你可以到这前后四公里的自行车道，可以去走路、散步，甚至你骑自行车都非常的舒服哈、啊。那那在龙凤渔港呢，它离西滨跟 国道啊三号的交流道非常的近，非常的近啊。另外竹南有两个火车站，竹南火车站跟旗丁火车站，所以它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方便。那未来我们就会结合县政府，在龙凤渔港哈，在明年一月的时候会建置一个 U Bike，啊，所以从竹南火车站直接去 U Bike 到龙凤渔港，不用担心交通。对，不用担心交通问题。那另外我们也是跟交通部争取了两辆中型的巴士。 好，现在已经在上网招标了。是。那预计明年中就开始营运。那营运之后六日，我们就结合把竹南的各个点景点把它串起来，那来协助这个地方的观光,光的推动发展。呃，姑嫂讲呢，地方好民间的部分加到鸳鸯，可能在而且设计有低压当中参加，我就呃来做推广的呃民间单位的谈下的想法，呃，一位小姐。 呃，我们目前是协助鳗鱼运动的海洋教育，哦，<那>海洋教育对对。然后我们透过一些呃比较好入门的水上运动，例如冲浪或是沙板，<是>然后让民众来清水、清海，因为普遍民众的对海洋知识、安全上都还是比较薄弱，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其实很重要，<对>尤其是从。 呃，国小啊，越小开始扎根越好，就像曼宇他们现在在做的，对。然后我们透过这些活动内容里面，就会包含就是海洋环境。 那海洋安全、近滩，还有呃海废创作等等啊，来让民众透过这些课程，可以能够青海，然后知海，再爱海这样子。对，嗯、所以我觉得，我希望这个海洋教育是能够持续的进行,、嗯、行。那如果你中断了，那后面的怎么办？对，就是我觉得是应该要持续的进行，因为台湾四面环海，其实到哪边都是海，而且现在又在推向海自近。是。那如果大家普遍都对海岸。 呃，姿识薄弱的话，其实就会，大家也不不太愿意去清水啊，对，就会，我觉得不叫不好推。

我觉得讲山海平衡这个东西，其实对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就是因为我们应该要想哦，就是浪漫台山线它的起思考起源是来自于德国的那个浪漫大道，<是>然后啊，刚才我们也有看到動，那之前是意大是意大利，可是他他们的国内如果想要发展观光旅游的时候，下了多少的预算？ 是重点嘛？就是我们我们中央有没有？我们中央以前在所谓的观光旅游的这个产业无烟囱产业的底下，它下的预算是非常少的。那那为什么浪漫台山线大家会有印象？原因是因为后来各客委会成立完了以后，然后啊加上民进党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人上台去当客委会主委，所以在有有大力的推對在大在浪漫台山线下了非常多的 经费预算，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如果我们苗栗是作为一个西海岸线最富有观光资源的地方，那照理来讲，我们第一个中央要拨给我们苗栗多少发展观光的预算和经费，这个是重点。第二个就是说，那我们苗栗是从中央发给我们的预算，我们有多少？ 部分是拿真正拿来做观光，我相信说我们苗力士的思维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预算分配的比例观光大概应该是五趴十趴，预算的分配比例一定要再再调高在再观光预算，这样才有办法说我们政府是积极在推动观光产业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是说，其实在大概在十年前。 有很多写苗栗的论文，然后都有写到三一和南庄。对，那里面都有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大概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来这边观光，几乎都是一天的一天的客人，就是只来一天。那只来一天，基本上来讲，他就是在那个他住的地方和周边消费而已，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其他地方消费。所以说，这就回归到我们刚才讲的，说德国和意大利，他们之所以。 推动的话，他们有他们的串联旅行，是因为他们的国土很大。那对台湾来讲，我们的国土没有那么大。那我们在苗栗從，从无论是从海线绕一圈，然后或者是从山线绕一圈，基基本上我们我们绕一圈。刚才讲到慢嘛，那如果我们要如何让它待在苗栗，慢慢的绕，然后慢慢的能够把这个所谓的蓝色旅游做起来，我我相信啊。 不，无论是农村社会，或者是工商业主义社会，或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像现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他们还是讲说：，啊，我们唯有发展起来，经济发展起来，我们才有办法去指引。譬比如说其他刚才讲的教育，然后还有蓝色海岸的维护。所以说，我觉得蓝色旅游其实基础基本上是会是这个鳗鱼运动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刚且其中哦，我认为同安人可以按推供出去，正言就会讲。 三下类还有，刚告诉讲的，至少五年没，还有六年的时间，做的好人好好的上网哦。再过两年，我要请教下专家们，就会讲，其实慢运动推动，本来是对人政府来开始出发的。出发过后，我们靠沿街下面暗道，无论系民间，也系人哋复杂专家，等等的太阳光来做亚件事情，也有单一的人哋慢速组织，单一慢速组织有乜嘅代表性的意义？韩国呢做嘅 B T 防控，然后慢运动带来乜嘅新的帮助？做第二篇新闻大家个说明下冇？ 呃，其实慢慢鱼运动它其实来自于慢食组织里面的一个概念。那当初慢食组织的发展，它其实也是从民间做起的。当初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组织，是因为呃，有一个工业形态的麦当劳进到了罗马，那在地有非常多在乎传统饮食文化的，在乎在地的多元性的文化发展人，就认为说。 这样子的麦当劳的素食产业进入，它不仅代表了只是饮食，它更代表了背后所有单一形态的工业去破坏到在地的传统。那回到台湾来发展鳗鱼的运动，其实有相当大,大的关系。其实慢食的运动从一九八九年开始发展，已经超过三十年，一百六十个国家响应。那如今我们苗栗成为台湾第一个去响应鳗鱼运动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其实就是我们除了在这边去做蓝色教育、向下扎根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借由参 与年会来去增加更多的国际交流，甚至把我们在苗栗发展的坎沟，其实是可以带到国际去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也可以借由国际交流的方式，把大家在其他国家，例如南非在推动的、南美洲在推动的相关的经验跟案例，回到我们苗栗可以去做不一样的反响。那其实也回复刚刚那个陈理事所提到的，我刚才也非常认同他所提到的，其实蓝色旅游这一块是非常重要，需要被去发展的一个项目，因 因为你如果希望把光客带进苗力，最重要的重点是，他可以先从饮食开始去认识。那我们从饮食开始去认识，去结合旅游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更快速的让民众他可以有机会去接触这个地方。因为吃东西是最容易去认识一个地方的方式嘛。<对>那其实慢食跟慢鱼的发展也是以这一块的概念为主。但不仅仅是如此，其实慢鱼运动它当初的发展有很大原因是因为。 我们发展了非常久，跟慢食相关，我们认识了我们的土地，但海洋呢？海洋这么大，我们觉得它好像离我很遥远。就像刚刚来宾有提到说，我们大家其实台湾四面环但是我们对于海洋的认识非常非常少。我们对于鱼种的认识，永远只会去全联看标签。我们不，<是>我们很少走进传统市场，真的去认识。所以，鳗鱼这样的运动的发展，其实就是因为这几个议题的出现，他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居民、更多的在地的呃民众，更去了解。 在地多元性的语种，他刚刚讲到，迄个会好好来传通，呃，安尼也互闽南语通懂。从优一个默契就会按个乡下登记，爱对教育做启示。呃，教育的部分，啲也互闽南语通，啲苗栗，睇下啲各个素材。啲科教的部分，又做个物个事情，安尼培养民国后，再去做两现场讨论。你系由苗栗县里个环保团体，所发起的青藤发托。 透过设置弃扔海豚嘅垃圾、长塔埃夫天桥、租户群泊，还要堆海洋嘅樽件。都堆这里，车子会开不过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先教育起来。那当然，教育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诶、呃，家长，他们也会看到。那家长也很认同的话，就会有一些，诶、呃，可能。 社会上的公司航号来，那我们希望说推广多一点人，因为我们的海洋真的是这几年来污染真的太严重了。这片是海线宜家清部黑灰个基地，今年度将推广水溶教同时做海洋教育个专题，除了透过清谈推广海洋教育，今年还希望把海滩垃圾在很，使得有更科学个利用，同时基金得到宜得学校个认同。 等一下你们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颜色的颜料，好，然后再做一下我们的这个彩绘的部分。那我们可以针对我们，反而高雄的图书馆里边，几个学生当涂彩绘进前，对海滩有哪些建议要求？透过简单的图案，表达对环播的想法。我画的是一个岛，然后它是鱼的形状。其实我想要代表的是台湾，但是可能有一点不像。然后再来，它长了一个角。 就是我想加入一些人的元素啊之类的，底下的海就是岛与海与人跟鱼这样子的结合，这样。看以后走去海边的时候，会回想起我，在高中的时候有画过这样的一个艺术。除了剪完了垃圾以外，是不是还可以把这些垃圾再做一个利用？然后这样的利用，我们又可以美化我们的环境。 对于家的拆体环保团体都好高海洋教育他反而几金开始同时当头成长，就等很多有相同理念的人胸下参与。妈，愿通其实假个毛批哦，董春苗一部分就会他加进攻的话，呃，其实我同阿你个谨慎啊，同其矿山都安尼拆体嘅好高 对汉语台开始做起时，也系对呃汉洋的认识、对汉洋的了解，也系千基本的一部分。安、啊、尼再过来传统其他相关的呢，安尼将会有其他的成效，韩国成果哦，唔过呢，其实啊，伫传统的过程当中，含有同重要嘅部分，就系按我用嘅加强，无论系内铺、外铺的连接，再过来呢，含有一部分就系讲我用的本源字。 没有呢啲传统蛮唔认同，现传的一部分，咩一定重要的事情，希望你用传统都咁辛苦，他家喺个唔同，乜嘢人都蛮唔认通，加正经就太大同嘅咯。一部分外墙搞下副科长，其实呢，用前面讲到啦，传统蛮唔认无论喺广府门同梯防方其实大家都做嘅，按到嘅啥嘛，做为三年的咩？呃，唔过啲好教的部分啊，其实佢哋没有啲政府来讲，唔要就轻用嘅同梯防也好，一项拆梯好教也好，用嘅同加强连接一部分，呃。 科科都同人刚给我一个牌子，就是一个圆形的哈，就是其实中央、县市到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圆形的一个 circle。那怎么说你知道吗？因为这里面就讲到说，哎、欸，好像其实我看，哎、欸，好像有人就在说，哎、欸，我们鳗鱼运动好像是一个嘉年华一样，完了以后是不是就慢慢的淡了？哎、欸，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因为有鳗鱼运动，整个又在引起的到了。 扎根以后，又再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所以要跟各位报告一下哈，就是说，因为有慢游运动，就像我们竹南这边哦，就在今年前两个月，观光局那刚刚那个李也有讲到说，哎，秒一毛钱啊，不像客委会给很多钱推浪漫台商线，不会，为什么？因为像观光局最近就核定给我们海线八千八百万，哦、我们观局的预算哦，一年可能只有两亿元，还是。 八个科去分啊，这八千八百万就已经可能占我们一半的预算。那做哪里？从龙凤渔港的北边开始，假日之声到后龙的像好望角、白沙屯，哎，这个就让我们提升了观光工程的部分，这是观光局的部分。那现在来说，像竹南镇公所，他把那个我们鳗鱼的这个活动，不是只有我们县府在做，公所也非常积极在配合。所以像龙凤渔港，现在假日都塞车，那马上。 中央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注意到什么问题？塞车不行，路太小。诶，核定了，也在今前几个月核定三亿八千万，把旁边龙凤大海做加盖。好、哦，那以后那边就可以有好的停车场，有更好的交通进去。那整个地方的带动就会到另外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鳗鱼来说啊，它就像我们在观光推动的一个灯塔。好、哦，有了这个灯塔以后呢，大家看得到，就知道说，诶，怎么去投入。 怎么去发展我们苗栗的一个亮点？好，謝謝好感谢傅 Q 总哦。傅 Q 总的意思就是讲啊，曼唔运通呢，其实亚他地呃，县政府用县政府的带头 t 取通过后，嗯、呃。 其实中央咩开始就看到，韩国中央要傳通相關资金咩？佢就讲其他相关的部门但，但俾啲中央就开始看到冇啲傳統嗰下咧资金就落嚟咯。唔過家下呢，副局長講到話係卡硬体嘅部分啦，因为喺讲喺本體架落嚟咧，要到硬体喺講佢唔好嘅素材，佢唔賴嘅素材，我先嚟做好，做好过后呢？ 原体落来就系当重要的部分咧。故作讲呢俺要同时间开放问卷仓。啲传统嘅过程当中，大家系用呢条意见而提供嘅呢请大家嚟发表下意见。先请呃，一位海岸线嘅代表喺啲问题内嘅，一比先生。那院里的海岸线大概有三公里，那我们认养的部分大概是两公里。那这个推广的这个主要的业务就是，只要以净滩为主轴哈。那这个环境教育里面，其实呃遇到最大困难就是说。呃 呃，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议题，禁摊的议题，进入到社区。那社区卷动的是这个环保志工队。那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说，如果今天呃我们有定期的去禁摊捡垃圾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只要每逢台风过后，可能海边的垃圾量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些呃环保志工队他不可能随机临时性的就组织好。所以这个对地方的组织的这种呃运动来讲，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度。 那再来就是说，在学校推广的部分的话，其实呃，就诚如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在呃卖运动还没进来之前，其实仰赖的是县政府的教育处、教育局、环保局还有文管局的一些资金的补助，让学校去申请经费，那让我们在地的协会进入到校园去推广。那这一块的业务来说的话，其实坦白说，没有办法很办，就是立即性的，就是今天有经费。 我们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没有的时候，学校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我最后想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整合，其实在地方上执行的这些 NGO 团体，确实会有一些难度。对，那也是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大型的这种鳗鱼运动，能够再多整合一些小部会的，这样不管是学校或者是企业等等，让它可以更完善。 好，感谢你，请坐。也就讲提防的像阿的 NGO 组织单位，也上个像阿个通。统，毋过迄个无好搞，也个也迄讲，无安尼个素材，表阿个去发挥，变阿个教育的推广，其实就较大方啊吼。故、就是、说讲呢，也要再个人呢，我再个参考呃现场的详情咯。呃，针对也个慢运动的传通也好，也系对海洋的呃认识也好，泰加丁梅里系有哪条看法？我参考下啲地方看，未系有二十年经验呢？好。 呃，过去坦白讲，水域活动在我们台湾是比较大家不敢去碰触，因为都觉得还很危险。那我们过去的教育里面，并比较少琢磨到海洋教育这一块。那我发现说，在跟其他县市比较起来，不只是是苗栗了，有一些县市特别对海洋或者是对清水这一块会比较怕去碰触它。所以，比如说像我那个场域，事实上在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七号的时候。 苗栗县政府文官局就已经把它核定为水域活动专区，这对我们水域活动玩家跟西海岸水域活动发展，它应该是要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是整个西海岸第一个设立水域活动专区，但是在九十九年的时候，同样苗栗县政府教育处就核定为危险水域。怎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从此我们在。 县府核定的专区呢，又变成危险水域，那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点，就是当我们大肆要去宣传说大家来苗栗玩的时候，同样县府可能不同处事，它变成危险水域。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我们这几年中央政府极力发展向海致敬这件事嘛，那大家也知道。 那上海之行这件事情，对我们在地业者经营上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因为过去可能很多的水域或者是海域，它是被禁止的，或者是它是没有开放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很多。因为这有关系的，每个县市主管机关有时候也会有不同的管理的法则，所以有一些县市可能开放了，有些县市可能像我们这样的玩家还在抗争当中。大部分海边呢，接近海岸线的地方。 它有很多是防风林，有没有？<对>我们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防风林。那防风林它的它的土地呢？主管机关它有可能不是苗栗县政府，虽然它是在苗栗县，那它有可能是在林务局。林务局它就归农委会，这是属中央。那当它过去来讲，我们那个场域以我们村庄来讲，过去老兵在的时候，这块我们占的这块地，它可能属国防部管了。 他的住了，当他退休，这个单位解编之后呢，他那个地方拨给苗栗县政府，他变成县政府管。后来又什么因缘际会又，又拨拨到林务局，可能变成中央管。所以他从那边，他从二十岁住到八十岁呢，他同时住在那个地方的土地上，他的身份会有合法保家卫国的军人，他有可能变成一个非法居住在上面的民众。 但是就是说，在这一些才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可能需要公部门出面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沟通协调，不然的话，这个以民众的立场跟资源是不可能去解决。这是唯一目前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 对对对好，感谢谢谢你，请坐<谢>。呃，的发展的时间虽然讲悠闲嘛，不过迄个悠，问题。我解决的时间也是解决太加强下来上网看啦。我用我的潜水机防脏，去清虫药呗。再过来还有向前，我表示意见的冇，也未收机。我常常在讲，从产从那个产哎产地到餐桌这件事情哈、哦，就跟我们慢食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东西，这个产地到餐桌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去把食护还有砍钩这件事情哈、哦，能够让它。 永续传承，然后人能,能够让他有渔获，哎，这两件事情是非非常直接的哦。因为目前来讲，整个后龙苗栗的海岸线来说，其实因为生态的关系，其实已经少了很多渔获。大家没有办法想象以前的后龙，它整个后面都是二三十座都是石沪，这是非常大的鲜明的智慧。然后平埔族。 他们也在做这里，呃，在这里也在生活的，呃，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也在，常在这边。他们，呃，到现在后龙的平补族的那个社团，呃，那个社团，他们也在做编织渔网等等的，呃，职人的回复。但是我一直觉得说，大家有没有把这些团体里面已经花了很多精神时间的这些职人们找出来？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觉得无感的无感的体验很重要，但是我们很担心，就是变成只是一个活动性的体验，嘉年华会的感受。我不想要他们只来一次。我们以前常在讲，我们希望游客来后龙、来苗栗是一百次，但是哈，能够让他来第二次哈，我觉得他们大家又跑去宜兰了吧？就为什么呢？因为住宿的问题嘛。然后能够，我们希望他慢，但是没有青年，没有人开店。 没有一个点，就是你就点，然后线面都没有办法连起来的时候，是辛苦的。 但这个真的需要很大庞大的时间跟精神去做这个样的整合，大概是这样子。<好>谢谢，感谢您，请坐。呃，要部分泰加共道位意见有看无同样的，呃，样的整合有系泰加轻松有关系的素材，也部分也请教下高叔。呃，诶，你一个鸡巴传统都见，你知道讲，你加泰加共道位也在困境同问题当中，诶，你鸡巴做在积极的素材有哪条呢？你做同泰加共一下嘛？我们的海域的一个活动，那虽然说它。 的一个呃的海域的一个目前条件不是不是很理想，不过未来的两年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开始在整理我们的龙凤渔港的难题的部分。其实它整体下在完以后，它是一个浪花的一个水域活动基地。那这个基地部分未来就是能够接待啊、呃、国际冲浪客，好、哦，国际活动。那晚上的一个所谓交流部分，就可以在我们的浪花村哦那边来做交流。所以它会变成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环境，以及它的一个。 啊、呃，它的一个设施部分的一个突破哈、哦，那尤其是软体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在属于呃，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能引以为傲的弹弓跟啊实物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我们在地的部分其实也也蛮多投入的。那这这一次的的的一个机会里面，包括明年机会里面，其实我们也陆陆续续哈，在这块里面也啊。呃 特别在这两项里面，保留一定保留这两项里面来跟共所这边一起来合作，能够呃跟社区这边哈、喔、来合作的部分哈、喔，能够把这个部分那永永远远的把它传承下去。谢谢教授哦、喔。稍等，我看一套样片来看啊。第一，美丽呢其实的，那两幅五讲，第二，自身嘅顺丰呢，顺利的那海用嘅抢眼创业集体。所以讲呢，一个创业集体，佢做在主动目界韩国家头呀，啲嘅做脉界事情，然有空样片，再过做连现场讨论。 看到海面好，天天海浪，顺天风来挑战起家、好冲浪的人也特别每年来呢。吴沙港每每平浪景等，还名列中南六福五港附近的的海选。贵东你嗯嗯比较偏，其实这边西部是比较偏沙子的沿岸这样子。那如果小朋友或者是大人来这边学冲浪或水上活动的话，比较不容易会受伤。 平平的沙滩，同泛正的防风林，也提供游客可以住宿、用滴客的空间。一浪一浪演出，本年季末周，庙里间青创上好几梯，每系全台湾青鲜生里边可以用创业创业几梯。最初我们在成立这青创基地的时候，第一个是希望青年可以回来就业返乡，然后再就是说可以推广海洋教育，因为以前出海爸妈谈公海铁冲浪。 一共贵母 a 因为长辈都是希望我们不要接近河流、海边，他说怕会发生危险。那其实后来你接触水上活动之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了解海域的状况，才会发生危险、嗯。嗯嗯 美丽烟长窗渗透基地腹区内的气氛，韩国对崇隆山有山的反应像是对台中路的洋青，低雅六草，其同结下嘅品，出得好崇隆，未带的民众乱颜色水爽发烫，大蓬压呢来表态，用会同好洋富通，算是闹中取静的感觉吧。然后距市区也很近，所以就会变成，呃，对我来说，我觉得不会人到像宜兰啊，或是肯定有时候人这么多。 然后相对来说就会更有一个放松的感觉。因此，美的烟强创三包几天，又是被公众热议。我们有在通提防三甲创建，还有配合了全通国际万能联通的政策，有打造美的万能上进的品牌。我们丰富通价值核心的亮点。 呃，加两片杜甫诶，可用抢眼冲压机体去渗火，记住迄滴味咧，迄滴开顺诶蔬菜。再过人呢，看到三下来，无论系中山一六八，也系讲同路有，又也系新前滴三二个、三六五一个机体，其实都会用咧呃老清楚加条香芋来做到。 做到些做业嘅做一咧产业创业集体，不少省人由一个集体做在内，却没有企业家嘅业野啵。也喺啲苗栗县政府也按同样的想法来做嘅。不过其实咧，呃，抵押之前应该要有动导嘅。 后三年，已经先进到家乡来嘅，韩国呢有人转到家乡来过后呢，因为一方政策的推动，就安尼同佮结合向下。故此讲有人呢开始进驻了这个长远的创业基地，因为腾空啊，呃，一摆呢内底也个好顺天气，拥有个海洋强创基地以外呢，睇家啲地方方。 个工基金现场来后，三年对地方创业有乜嘅想法，还有有乜嘅建议我提出来。挨在嗰段时间，先开放现场来探看，大家的意见。呃，叶威，呃，其实，在可以看到图上，我们总共有四个青年创业基地。那我们是今年四月开放的。公部门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这个行销公司好了，那行销公司他就会来对我们，嗯。 他可能计划里面，他要他要办一些参访的活动，他要呃有一些交流。但说说实在的，就是我在跟呃行销公司的窗口在在沟通的时候，虽然他他们是很尽力的在协助我们去完成一些活动，但是我的感觉是，就是他们毕竟是在台中，他们其实是不了解我们苗栗竹南。 在做什么的？我知道，可能在不是不是只有在苗栗，在很多地方他们都是这样的模式。他可能今天哦，我要成立一个青年创业基地，我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某个行销公司。但我这边其实是想要讲的是说，其实我希望我们可以开启一个对话跟合作。我觉得我们跟公部门这边的互助好像就是合作很少。 反而是跟行销公司比较多的接触，是吧？对，然后行销公司他们也很高兴找到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今天他说：“哎，你要帮我找五个青年，哎，你要帮我办什么活动，我都会帮他弄好。”其实他真的人，他真的只要人到就好，因为我有我的想法，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青年需要的是什么。但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很好的青年，就是我们都不愿意去批评政府太多，但。 我们都会觉得说啊，靠自己的，靠自己，好像那个合作从开幕那一天就结束了，对，就是这是我自己在当这个负责人的时候的一个感想。当然我，我我我我会希望说，哎，借由这次的机会，这次的平台，就是我会觉得说，有没有可能苗栗县政府可以开始正视我们这些青年？其实我们这些青年都是有能力去执行这些活动的。那 含有有港的朋友有意见的吗？亚威，我是去年在竹北担任工业设计师，然后诶、欸，已经回来竹南创业一年。对，那我自己本人是做三 D 列印，那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来到我们竹南的海边，因为我是竹南人。像我现在我的角色也是我自己要先做我的外物，先养活我自己，然后再努力推动诶、欸、接下来的活动。对，那其实包不止我，包括很多我认识的。 返乡的年轻人，他们也是一样的遭遇，对，所以其实说，我们真的也很需要政府提供我们一些硬体的设备，对，或者说我们办活动，我们需要经费来成，才能说，哎、欸，把我们的活动达到有一定的成果，对，那大家看到的话，大家也觉得，哎、欸，会更愿意来到这个环境。好，感谢你，谢谢这年轻的朋友，謝謝感谢，请坐。<laughs> 呃，在过了年，我要强调一下，呃，Tony 哥，你第一药片昨晚给完没？ 都要个强冲基地，唔要有去搞个呃，一类基地蔬菜啦。你作为同太阳讲下，经你看斗有虾米解恼？你基地算是来这边发展比较久的，从也许是年轻来到这边，当时也是青年创业啊，来到这里啊。那你现在怎么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呢？你有什么意见要给我们建议的？青年返乡这件事，哈，如果说你问我，我觉得我我们海边的伙伴，哈，因为可能都是在海里面搅和，我觉得他们都很勇敢。 像今天在座来几位几位真的是有外地来的，也是有想要返乡的。我觉得冲浪的人就是真的是好像不怕死，一定要搅和一圈哈，看能不能够存活下来。不然的话，我很想要问各位，就是在后龙啊一六八，8, 你们真的敢鼓励青年回来跟着你在那边打拼吗？哦，所以这个是。 没有办法，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不去做，我而是说我们要用我们一辈子在这边投入的经验跟专业，我们要告诉他们说你要走什么样的路，你比较有机会存活。我现在说是存活，因为会做这一条路的，走这条路的人，他不一定是想要赚大钱。人生不是只有赚大钱这件事。听听大家分享，大家有很多的热情跟理想。 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舞台跟空间，跟一些支持，让他们可以存活下来。 那我们如果帮他们存活下来之后呢？他每一个人就是一道光，他可以影响非常多的人。好，感谢你，谢谢你请坐。呃，鸦片爱啊，其中啊，其实啊，呃，亚集团他家有讲到，黑公爱要转了鸦片发展咯。曾见讲，我一部海上有语在舞台，你先前面讲到呢，苗栗的字眼确实就是卡少啊。不过黑公英语一个机会，加副科总面讲啊，蛮唔认同。其实可以是受到中央的重视，诶，没有钱下来啊。安用的同样个？ 就是地方跟公部门之间的资讯落差，我们把它补起来，是不是？啊、那個，你因为范赞哈希就会喊他孙西呢？应该有乜嘢建议要提供？唔太感冒。我觉得公部门应该还是要思考一下，就是说我，我们我们很愿意跟公部门配合，但是问题就是公，公公部门如果只是想要有一个很好的表象，然后永远都只有好的东西。 他坏、啊、的东西都没有出来，我相信有没有像蔡月达大哥，一定是很明显感受得到。要请他办活动的时候，公部门的态度和那种方式还有积极度，一定是非常高的。等到蔡月达大哥那边面临到征收问题的时候，公部门的人就不见了。就是你不能永远觉得说他在对你有用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是我们需要的。 他在对你来讲，公部门需要处理争议的时候，那公部门每个人都躲起来，那你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地人又要怎么安心呢？其次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边的确有缺硬体建设，但我们的硬体建设大概只有两个东西主要是缺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公共运输是很糟糕的，像我们所所知道的苗客还有新竹客运。 最常的听到的就是他们把客人丢包的事情，然后外国旅客去投诉或外地旅客去投诉。那我们我们公木门其实也有花一些资源去补贴他们的运输嘛。但是，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把补贴他们的运输的钱拿来补贴给电动车的租赁的行业，然后让他们在竹南这个我们进来这边观光旅游入口的地方？ 补贴他们大概一一台电动机车的租借金是不是少一点？不能永远都是汽有汽车的人才能来我们这边，或者是你搭公车的人来我们这边，我们一定要能够让更多自由行的人来这边。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地的住宿，苗栗的住宿实在我们的中价位的房型和我们的高价位的房型是已经饱和了。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看我们我们的环评里面。 他他又要盖一座新的温泉，然后啊旧的又要打掉，又要盖一个新的温泉。他们那个房型，动辄几千块，上到上万，甚至几万的总统房型都有。所以可以更贴近大家<是>、嗯啊。我觉得我们竹南投份很适合开 A R B N B 那种啊，三百块钱就可以住啦、啊。啊，住完了以后就去他们那边冲浪嘛，就去清霜基地买嘛，就去后龙食府逛嘛，然后啊让让真正导览解说的人服务他们嘛。 好，好感谢其中哦。呃，其实好长远国土，俺想要请教下总干嘛。其实你底下个慢些组织力度啊，慢些组织，其实做的做的事情，假有讲也得想要推讲嘿，动导有关慢些的想法，慢些的经验，韩国嘞动导一部分嘿个对地方方有很卡多的认识，对社会的了解，像安尼些方式，对嘿咪做的。 同天防方嘅来做结合，创业的好商人，也到按有想法，无论传统慢,慢生意陣陣意，也系慢说，企业就要创意，迄个结合啲也是，迄个真正就做同企也就留啲说，天防方来创业，也是讲做起开始，也系讲你真会有机会，一部分人做同他家来说，咪吓，人家看法偏向两爿咯。 二零一九年的时候，我带领了国际的朋友一起来到了花莲，去办理了花莲呃台湾第一届原住民的慢食论坛。那时候就有探讨到这样的议题：<是>我们地方可以做怎么样的改变，去跟慢食这样的运动去做连接。那其实花莲县政府这几年也开始去做改变，它就像刚刚张教授提到的，鳗鱼它其实是一个平台。他们在花莲发展，也把慢食这样的运动当成是一个平台，让地方的团队，不管是协会也好，地方青年创业的单位也好，地方的工作。 或者他有机会借由这个平台去申请这样的计划，所以他们的计划已经从。 呃，很像是节庆形态的嘉年华计划，变成是辅导形态的计划。它把里面的很多的资源，不见得是放在很重的硬体上面，而是地方团队需要的内容。我们可不可以去跟饮食，我们跟文化做连接？我来跟慢食或是鳗鱼这样的计划去申请，其实只是小小的费用，二十万、十八万、十万，是但是就可以开始做前面的 push 了。那其实今年<对>呃，花莲在做这样的事情，也的确让。 让在地更多人愿意去响应这样的运动。曼石当初他们遇到的困境就是，慢食是一个理念，我应该怎么落实到在地？所以，他开始发展了很多的专案，是让地方的团队来跟我们申请的。Oh. 所以，地方的团队他开始，他其实有很多想法了。我缺的可能只是很。 起初的一些维保的资金，或是你给我一点点资源的串联，我就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才开始慢时的运动，才可以从原本只是在意大利、在欧洲，然后甚至到了整个全世界一百六十个国家在响应，其实都是从只是理念型的推动，然后活动型的办理，到它变成专案的辅导的计划的申请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在地的青年团队、地方组织，他可以有机会去响应这样的运动。 好，谢谢总监。嗯、謝謝所以正好在在这个时间点，提防红的单位、提防红的团聚，就做用一个机会来，呃，感一个平台来佐证哈，给副局长、青民组同他讲一下。其实，嗯、欸，公道同道啊，对毛里彦政府同道的期待啦，加一部分先接到的回应，哈，亚给呃，他家上的某那部分。我们鳗鱼运动哈、哦，这个计划来讲，它就是一个软性的部分。那我刚刚讲到资本们的投入的部分，是由于鳗鱼。 运动的这个发响，哈，引起其他的部会的重视。那不过我们慢运动来说，我觉得我们也可能要再调整这部分回去，我也会呃跟我们的同仁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部分未来哈，可能就是应该如果是属于公部门该做的部分，我们应该尽因为这个资源也有限，所以我们尽量能公部门能做的部分就用我们公部分来处理。那在鳗鱼计划里面部分，应该要尽量跟刚刚像那个。 Tina 也讲到哈，就是、说怎么样去跟这个地方,地方这些地方的部分把它连接起来，这部分我想啊，这部分我们会来特别加强的。好，我想做一下补充好。好，感谢副 Q 总哦，就像高叔讲的喂，而且我太了解，马格农买鱼通过海，哎呀哈呢，做出来一个。 少，即係講要一啲啲的成绩，至少本身睇下啲都讲唔係咁都蛮係愿意通嘅。唔過三類行開做到的事情，就動到啦。包含咧，財政后生年用的來天書家底哦，行講用整合天防的职业，同天防康太下咧，三期啲嘅做嘅 NGO 組織啲嘅做嘅啊有事情咧，无论係对費用的教育也好，費用嘅飛機杯啊有等等的相关的事情整合起來，以为一个平台过后。 呃，可能对沙哈勒的低压的苗栗海鲜的发展，不如伊来帮助。不过总共就会讲，我有认，我太加强哈来什么，公部们同哎那民间单位强合作，也方计划后，占有机会，继续发展下去。当然，轻松不但不有系，唔咩单枪柴天人地买员同去擘解就好。喺要本行家当然，长途饭店了解过后呢，大部分员同。 带電太監行煙霧啲，來取江乜咁多藍色旅游，也就係日嘅計劃，千重要嘅素材面感感謝。而中最見咩出媒太偏，咁就太監做開，唔再偏。